哎，我租那个样板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赵小姐把房子给退了。退了？啊。 我的行李发回沈阳了，返程机票也订好了，发到你手机上了。你4点钟回上海，我3点钟回沈阳。谁电话？徐天。怎么不接啊？没告诉他去阳城。这有啥瞒的？你们俩以后不一起过日子了。把你的身份证给我，我去换登机牌。 徐天，等会儿，哎，你怎么把房子给退了？奶奶不在，不住了，太贵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机场，去荣城送奶奶。嗯、去荣城送奶奶，送到哪儿啊？公墓。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几点飞机？9点。行，那我过来。 别来了，马上就要登机了。我坐高铁。为什么一定要来啊？我怕你不见了。我和赵子慧去荣城，今天不来找你了。333国航浦东机场接二登机，巴黎戴高乐7降落，自行程是免责，程序不能延误。我和莱利将提前从北京转到浦东机场，等候同行。面测行程已定，明日凌晨 CA833 国航，浦东至戴高乐。我下午提前飞，别忘带总部实习表格。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问一下，还有多少时间到龙城？嗯，差不多还有1个多小时就到了。谢谢。 你奶奶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，10多岁就离开了家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她知道自己总要回来的。这儿的老房子都没有拆，说不定你奶奶当年住的地方还在。奶奶在山上能看到自己的家。人都有这一天。 只不过早晚而已。爸，嗯，你有点老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可还单身啊！走了，我是3点钟的机票，要早知道订明天早上的机票，这样可以在荣城多住一晚。我明天凌晨去巴黎。 凌晨，那就是今天晚上啊。刚刚通知。那告诉徐天了？他马上来，差不多快到了。我到荣城了，你在哪儿？到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嗯。 清漳巷，已经从公墓下来了，在清漳巷。你看看这事儿，你们俩闹的啊，一块堆儿来不是就完了？那他前面那个姑娘怎么解决的？不解决。啥意思？他跟你一样，单身。你比他年龄大。 嗯，不过他对你倒是挺好的，岁数大点儿没关系，好好过日子。爸，嗯，您要保重，不要忙了。我不忙怎么能行呢？我给拼命的挣钱，哼，到时候啊，靠谁也靠不住。 等我老了，我不会麻烦你和徐天的，放心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看看，我这话刚说半句，你这眼圈又红了。我说的是将来，又不是现在。你知道将来是啥样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别瞎说，关键是过好眼前的。哟，我这眼前要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走了，走了。爸。啊。 我想抱抱，抱什么抱啊？都这么大人了，还这么多人看着。行了，上了飞机，给我发个信息；到了巴黎，给我发2张照片。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来不及了。租还是买啊？这么偏怎么做生意？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做生意的。多少钱？那得看你住多长时间了。不知道。你要买房子转租不卖，你要少租几年，那我就多收钱；你要多租几年，我就少收钱。 你要自己住一辈子，我就不收钱。为什么？人过日子啊，需要一个邻居。赵子慧小姐，您的病情已经确诊为颞叶胶质瘤，这是一种较常见的颅内原发性肿瘤，病因不排除有隐性遗传的因素。病程早期，虽多无典型的临床症状，但肿瘤会呈侵袭性生长，配合治疗最大预期3至5年生命。药物 只能缓解并发症状，建议立即选择手术或者化学放疗。奶奶呢？在山上。那你坐这儿干什么？等你。你心里肯定有其他的事儿。没有。我看得出来。你又不是神仙。 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神仙。什么时候？今天早上。我感觉你要不见了，所以我就来荣城了。一点也不神仙，我在这儿。你有心思，特别重。我在想，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的上海？我在医院跟你说过，跟你同一天，上海火车站。那时候我们要认识，该多好啊！你想的不是这件事情。我在想，什么人也不见了，什么事儿也不做，什么话也不说。上海、巴黎、盐城，全世界都跟我们没关系。留在这里，慢慢过一辈子。 哎，你把我这套学会了，我要说是的，就中你奸计了吧？刚才真的这么想。在这个地方过一辈子。嗯。住哪儿啊？就这个小房子里。你看啊，咱们两个现在20多岁。 如果长寿点的话，最起码还有60多年，你待得住吗？你呢？只要有你。我如果长寿，每天都要有你。 就这么说定了啊！这个给你。什么东西？我去看看咱们的房子。就住这儿了，是租还是买啊？怎么了？我爱你。收到。那老爷爷看着呢。戒指应该不要的，我想戴几年，以后还给你。实在太贵了。 那老爷爷为什么一直看着咱们呢？ 房子是他的，跟他谈啊？已经谈过一轮了。一轮那是试探，最起码要2轮。你教的？老爷爷，想好没有啊？想好没有啊？嗯。想好了。租啊还是买呀？租啊还是买？ 听你的。先租后买。你是住几天呢？还是住一辈子？一辈子。走，跟我来。 看看看。啊，还有二楼啊？对。来这边。 赵子欢，赵子欢，赵子欢。 师傅，等我一会儿。进来吧。徐天呢？徐天想说的话，我来替他说。你能代替他？能。我不爱徐天，一点也不爱。他也不爱我。 只是心情冲动，他只是舍不得我，心里根本想和你白头到老。男人总是这样，年轻的时候一点也不可靠。我没有时间陪他长大，你有时间，而且比我有耐心。结婚以后，他就慢慢的可靠了。 你怎么突然这样？我一直这样。其实我也讨厌自己这样，可是实际一些，总比不实际好吧？我有计划安排。我的目标是3年去巴黎总部。达不到目标，退而求其次。徐天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你是说，徐天只是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？ 现在我有更好的选择了，去巴黎。那徐天呢？他在回上海的路上。等他来，你亲自对他说。不等了。那他怎么能相信？你等于白说。我再说一遍，你录下来给他听。 我没有多长时间了。好好爱他。刚才赵子慧来过了，人呢？走了。拦住他！我说拦住他，别让他走。人在哪儿？ 刚刚他说要去巴黎，钥匙，车钥匙，我来开，给我，我来开，你这样会出事儿的。徐天，徐跳，徐跳，得把那段录音再给我听一下，给我，给我，不，给我。 我不爱徐天，一点也不爱，他也不爱我，我们之间只是心情冲动，他只是舍不得我，心里根本想的是和你白头到老。男人总是这样，年轻的时候一点都不可靠。 没有时间陪他长大，你有时间，而且比我有耐心。结婚以后，他就慢慢的可靠了。我和他不一样，我有计划安排。我的目标是3年去总部巴黎，如果实现不了，退而求其次。徐天或许是一个。 不错的选择，可是现在我已经有更好的选择了，去巴黎。这是他的声音吗？不可能，不会的。你哭什么呀？你应该骂我。找赵子慧吧，跟我来吧。旭天，你终究会来这里的。大家都忙忙碌碌，来这个地方也是走马观花。我们曾经胡言乱语，要在这个小房子里常住一生。说的时候我不信你，也不信自己。 愿你来的时候，我还在人世；如果已经走了，就在这里向你说声对不起。奶奶曾经说过：“命里有时，终须有；凡事不要强求。”经过这些年。 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，相信你也一定会理解的。离开你，是为了不耽误你的未来，因为我给不了你天长地久。这房子是最后3年努力的成果。 按说应该给奶奶，可她先走了，所以给你最好。记得租房子的爷爷曾经说过，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人过日子需要一个伴儿。那么，这个小房子就算是…… 我送给你和刀立的礼物，好不好？徐天，谢谢你让我成长，让我学会面对未来。日子充满变数，但未来终究是美好的。祝福你和刀立，我相信。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